U23新政的要求，但是鲁能这边现在也完成了U23新政的要求，但是他手里还有一个换人名额可以用来调整。哦，这要求给的不错。进到了传中，看到禁区内后点，打门球进了3-0。二月出生，1米7。这个赛季有过一次替补登场。比赛走起来！扣球，门框盖掉，有了，漂亮，有了。 57分鐘，左脚的借位，踏着力，在外围的拿球右脚转移到左侧，胸部停下来，正中，左外线，左脚传进来，第一遍头球，传进，漂亮，射到我们开场3分，球来没呢？这时候切丢彬彬，右脚打门，好球，被晃了。尹彬彬球员嘅执行纪律啊，或者用战术呢方面嘅。 思想系好统嘅，所以咧就主场呢方面啊，可以攞低咗场均落嚟。呢场比赛就睇下天津呢方面有冇谂法啦，达到理想，突破以后之后睇下有冇机会。有了，果然真系有了，礼拜有冇机会即刻有了，唔轻行嘅入。彬彬，打球了一下，要注意后边的形势。禁区里边，鲁能这边门前有两点，哎呦，这个球还有机会，右脚再打，超进了，连续激动，嗯。 吴兴涵，来了，可以来，可以来，那点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80球，哦，这边机会，这种对弱点的判断有很大的问题啊。点到左边路了，来了，吴兴涵给到门前，好球，好球，你扣一下，空门的漂亮，大力扣，而且就是个自由人啊，是他这个位置呢，出现在任何位置都可能。好球啊，撞墙进来，他出现在大门球进了，投到了。也抢不出，丢马回来找，另外马斯。 三角形传出来了啊，直接给了吴兴涵一个一对一的机会，踩个单车走底线过来了，左脚轻推一下，收进了，味道嘴上的球，对，2-1，进来了，丁丁一传，好的，啊，没开2度，这边。 数据加速，球传的不错，漂亮，2-0。马上打反击，吴兴涵在边路的1-1过掉郎中，弧顶位置右脚发炮，哇，石孝天将球拖出底线。对佩莱的防守，你看先是进棚侠啊贴身，啊不让佩莱呢轻易的转身。哦，吴兴涵很活跃，打门。